确实有灵，有很多灵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那好好好，我的灵力到差不多就到这了。请问我的支柱？咒肯定是在搞笑对吧？咒很无聊。而且我觉得茄子现在的灵力接受度应该有变高。这东西是可以训练的。真的吗？看他。我们会一起约在第一次里面看恐怖片啊。阿茄你敢？阿茄敢啊。阿茄是会被人家吓着跑的人欸。他不会被吓着跑啊，可是我朋友说想看恐怖电影会陪他去电影。啊你看完会就是不敢一个人。不会， 我也不太会做噩梦。那边有人，那边有人。啊、可以卡他们，他们是要来。还有可以不用打到底哦，主要是卡。他们好像也在打架哎，他们互打。再往下，完了，我可能、啊、他们这边在复活，有没有机会？好像比较难，他开大了，是不是？溜走，溜走。This is not my first time. 我刚刚还是应该在那边 Q 一下。我没有 Q 了。啊哈，啊，就是我没有打。好醉，哎，那是离队，离队。啊，不是。妈妈，我真的是，他剩一只哎，宠物。嗯，你我打太快了。看他还救。他们每个人都很残，我也好残哦！我一直被那个圈打的，圈打了我超多血。我们都打很多，我第一波就说哇，太开心了！因为狗十二个的王者继续生活。好的，我有看到，但是我昨天太困了，我想说明天再处理，我等下处理一下。感谢小猫，一直读一直爽哎、欸。然后且喜欢看恋爱番 ，Rico 也喜欢看恋爱番。我没有特别爱看恋爱番，但我觉得最近吃的蛮开心。我最近都在看，我最近这个 Rico， 我们全部都在 SKT 找恋爱番。但我本身不是喜欢看动漫的人，但就陪看。我不会主动去看动漫，我要有人陪我一起。居然不是动漫少女，我是漫画派的。你是漫画派的，嗯，我只会看到好看的动画，会想要看他的漫画，但已经不会是就是、欸、只看漫画为主，就是动画比较方便一点，对啊，比较费。那可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看动画这样，漫画才能掌握，我觉得漫画能掌握节奏，挺好的。都有各有它的好处。可是我动画我几乎都是 1.5 倍看的。真假的，我已经离不开 1.5 倍的世界了。除非它是那个战斗的画面真的太燃烧经费，我就会变成一倍看。像我觉得你胆大党要一倍看，因为他的速度都很快。哦，胆大党节奏超快的。嗯。我觉得好啦，1.2倍啦。我内心糟糕的念头。他的 OP 也很赞，没看过。他是那个肌肉魔法使的那个 OP 唱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
那种。我念心糟糕的念头就解敌恋。之前奇异果一推，我当然是没有去看。我很少看恋爱番啊，我看恋爱番，我想要谈恋爱，而且那些东西现实根本遇不到。哎、欸，对，女生看恋爱番感觉是如何？因为其实，我没枪。我就3030，我就3030。我捡了好多大弹，给个枪啊！机器人靠你了、啊。你要3030吗？我再找找这里左右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都没枪哎、欸。在外面吗？在楼上。能捡到，捡到，捡到。啊！哇，也少一个伙伴。你们都在楼下、哦。因为没东西。OK。还是先拉一点。宝贝，终结了。啊，其实是有打输输出的。感觉男生比较喜欢看恋爱番，那、啊、我男生不是很喜欢看后空漫吧？很多的、啊、你们说的恋爱番，不是他也会比较嗯卖肉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？哦，那个是男生喜欢的，女生喜欢的比较纯纯的爱。没有，没什么。我要看纯爱，纯爱大哟。今晚上好，是吧？因为要那两团肉，女生就有了。我想说，大部分的漫画就是还是会有那样子的、啊，我所以对恋爱番通常都就还好了。很少恋爱番会卖，要看那种真的很纯的啦，就不太会卖肉。这批货纯吗？大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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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，纯的。我有六颗。干啥呢啊？这么凶哦！去参加联谊，却发现完全没有女生在场。我推这步，这步很蠢。去参加联谊，却完全没有女生在场，这是什么 gay 片？这是同片吗？让我看。确实好像蛮像的。好凶哦，机器人！这样我会去看哦。我要被打死了、欸！原来打的是你啊！我想说他怎么都没打到我，问屁事！原来是你，不是，可恶！日在校，又日在学。Not that Sheila needs it, she makes her own. Just 不行，什么叫做失恋属性？有人说你是失恋属性。失恋。我。三个男装女跟三个直男，三个男装女，男扮女装不就是同同假假假吗？女扮男装，哦，女扮男装。那现在这一共是三女三男，没错，只是画面看起来是六男。OK， 大家都喜欢看恋爱剧哦。我真的很少看恋爱番啊！你们推我恋爱番，我都会说哦，我会去看，我会去看，但其实是还好。那我真是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对啊，你们可以推我热血番啊，我就喜欢看热血番一点。看不出来，我的热血番很多烂尾，或是有那种忧郁症，忧郁症少年，忧郁症，忧郁症少年的，对对对，忧郁症番我也喜欢看。那么鬼东西。Wicked! Got me an upgrade, mates! Must have leveled up! Ha! I'm upgraded and better than this! 那你可以看那个啊，人间失格。哦，对，我跟日和，我跟日和异世界失格。他跟太宰治那部嘛。他有，因为坦白说他也太红了，所以有很多跟他有关。啊，我说的一个叫做异世界失格，就是以太宰治到异世界去。没错，我然后很想死。哦，好帅！哎，对，
new guild leader, but they used a rampart for them shots. 好帅！这诗歌，看。然后还有另一个是什么文豪猎犬，是不是？文豪野犬。野犬。有看第一集。相关的。什么烂尾我推吗？哦，我没有看我推，但我都知道我推的剧情是什么。你不能说我在网络上大家真是太你有在看哦、喔啊，哇！那大家不要讲了，大家不要講。我是觉得他前面真的一二季，我现在才看第二季一天啊，还不错。那烂尾我觉得就看到时候怎样吧。他是恶心你的烂尾，没事啊。咒术你有看吗？你有要看完吗？我也是看动画、啊。我觉得咒术偏扯一点。因为像有些人也会觉得是什么？鬼灭算烂尾，鬼灭没有烂尾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他是真的烂尾。哎、欸，有在打，白打哎、欸，等不，另外在那没进，我直接飘过来，我也没有烂啊，每个人的想法不同。那个巨人有些人也会觉得烂，没有，但我推咒术是真烂，很烂。我去哪啦、啊，小孩？岩妹丢大哦！牙打！怎么抓到？我好看了，恐怖打不中。超人力霸王不就是奥特曼现代？我一直有点卡卡的耶。这个凤凰啊，你慢慢小心。来了。Rings close.Got a minute to hit it. Close enough to mount cover. 啊？有听脚步声吗？我没听，我也没看完。刚好。哦。刚好。好卡，要不要等下重开？然后本部在这，本部走。我怕他打不中啊，我气死了。好呢。没三子弹了。现在进圈了，他们开始进圈了。我这边是有个那个、啊、消化机，跟我消化机。好。史莱姆我有看，史莱姆就是我很喜欢的类型，经营加热血。哇。哇，完了！怪兽八位吗？刚刚，那他们会卡我们哦，会卡烂哦。完了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在本部。这里，这里，那个本部在那，左后方那边，阿钱那里，可以先打。我这样做的是不是没用啊？啊！哦，还装，确实，还装分身是不是啊？我这不打是真的。啊！哎。不讲，哎。没死。没事，走错路了。恶心。哇，一点听说后面很精彩。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，
你们怎么都看了这么多部啊？你们都好很有时间的。为什么你们看那么多部还可以边跟现实？这是晚安。我没有看物语系列。因为他们没有打咯。我也。把敌人拿去打咯了。我也只打一点点。我们打一点点而已。燕姐晚上还要去看。我们更常是看别人打咯。我晚上吃麦当劳。哎、欸，但 T1 里面我觉得长最好看的是宙斯，宙斯好看啊。他要先蓝掌，他要先先给动漫多看。最后一次了，我等人家换角色。天空之城我有看，已经四场了吧？嗯。我有看假面骑士卡布托欸。假面骑士连我都没有特别看。我之前会看，后面就没看。他好帅啊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我小时候有看。我有去尝试，但是没有完全的 get 到。假面骑士在日本都是 给那个少妇看的。是啊，因为里面都是小鲜肉。所以等等他下播，他演完戏就要去少妇家了吗？有一定年纪的人也都以前也是看那个、啊、假面骑士，因为假面骑士很久了嘛，对，证明我还年轻，没办法。假面骑士一每年都在出啊，对啊，他就持续出啊。你被笑死爆了，笑死不要乱花，我笑的现在97万，好险。黄金神威是。欸、是99吗？对，99。Watch out! Enemy landed near me. I'll get them up here, R2. 拿转慢者是要怎么打你的？嗯？你在楼上吗？啊！下面线，然后是45级左右。那、啊、我掉下去。还、啊、后面有人，幽灵。喂、欸。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哇！你们两个。我准标。他是别组，我别在打。这么早打，好像。哎、欸，对，两组忘记了，哎呀。我们应该 在上面不要跳下来就好。嗯。无脑打。OK， 顺便换个角色，很棒。Sweet。